岁月的指针指向2015年9月3日，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不仅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还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7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以盛大阅兵仪式致敬这场伟大的胜利，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此时此刻，由三军仪仗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等抗战英模部队5000余名官兵组成的11个徒步方队，由549台国产现役主战装备、2000余名官兵组成的27个装备方队，以严整的军容列阵东长安街。由陆海空三军航空兵20种机型、183架战机编成的10个空中梯队，正在遍布华北地区的8个机场待命起飞。今天从抗日烽火中一路走来的人民军队，将在鲜红的81军旗引领下接受三军统帅的检阅，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这一刻，世界瞩目中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主席台。65位外国领导人、政府高级别代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前政要等应邀观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鸣礼炮。
不得。七十响礼炮交替鸣响，迎来抗战胜利七十年。回望当年烽火岁月，抗日救亡的大旗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无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视死如归，血战到底，奏响了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英雄坎歌。经此死战，古老的中华民族终于在满身伤痛中高高举起胜利的旗帜，把尊严与自豪尽情挥洒在万里江山，从此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升国旗，唱国歌。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全国同胞们，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全体受阅将士们、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七十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习主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的贡献。习主席强调，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努力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主席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0,000。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是习主席作为三军统帅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共和国武装力量。同志们好，同志好，敬礼，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敬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敬礼，同志们好，同志好，敬礼，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好，同志好，敬礼，同志们辛苦了，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敬礼。同志们好，党的好。敬礼。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同志们好，党的好。敬礼。同志们好，党的好。敬礼。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好，党的好。敬礼。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敬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同志们好，党的好。习主席的亲切问候和受阅官兵的响亮回答，汇聚成历史与现实的交响。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高擎全民族抗战旗帜，不畏艰险，砥柱中流，支撑起救亡图存的希望，筑起保家卫国的血肉长城。历史昭示我们，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巩固的国防，是国家安宁、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的可靠保障。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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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军将士声震长空的强军口号，是人民军队维护和平的铿锵誓言。Yeah.
始。盛大的阅兵分列式拉开序幕，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空中护旗方队首先飞来，驾驶领队机的是陶炳兰少将，六架直升机护卫着国旗、军旗，20架直升机组成70字样，7架教练机拉出7道彩带，寓意着中华民族迎来了抗战胜利，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正在迈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象征着走过烽火硝烟的中华儿女气贯长虹，开创美好未来。昔日为国建功勋，今日受阅展风采，抗战老兵乘车方队开过来了。参加阅兵的抗战老兵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游击队和当年国民党军队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抗战老兵。这是从苦难辉煌中走来的英雄壮士，这是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光荣前辈，请接受祖国和人民最崇高的致敬。英雄不朽，薪火相传，紧随抗战老兵的是抗日英雄子女代表。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鲜血写就的英雄史，无数先烈血染中华大地，烈士英名响彻历史长空。抗战之前模范乘车方队开过来了，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娃送他上战场。国难当头，40000000民众汇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历史丰碑上镌刻着他们用奉献和牺牲谱写的壮丽篇章。先辈足迹，奔向强军目标。陆海空3军仪仗队高擎81军旗阔步走来，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风采。英姿飒爽的女仪仗队员首次亮相阅兵场，成为一道亮丽风景。70面荣誉旗帜，70首英雄壮歌。首先走过来的是狼牙山五壮士英模部队方队，他们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代表，领队是张海清和赵继鲁少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诠释了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成为这支部队的光荣标志。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英模部队方队走过来了，他们是八路军115师的代表，领队是吴亚南和黄明少将。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侵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破灭。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力量。现在走过来的是百团大战白刃格斗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前身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领队是邓志平和高伟少将。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华北战场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嚣张气焰，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信心。现在走过来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英模部队方队，他们是八路军129师的代表，领队是林向阳和洪江强少将。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战场机动灵活作战，
创造了一个个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走来的是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他们是八路军120师的代表，领队是王秀斌和周锡根少将。八年全国抗战，八路军在华北战场歼灭日伪军125万余人，为中国抗战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刘老庄连英模部队方队走过来了，他们的前身隶属于新四军第3师，领队是夏俊友和刘卫星少将。刘老庄连威震敌胆，82烈士浩气长存，新四军驰骋华中战场，被誉为铁的新四军。现在走过来的是攻坚英雄连英模部队方队，前身由名将彭雪枫在抗日战争中创建，领队是田福平和周建国少将。新四军在华东、华中等战场共歼敌30万余人，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北抗联英模部队方队阔步走来，领队是王成卫和王印芳少将。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的抗日武装，14年周旋苦战，艰苦卓绝，
无数英雄故事慷慨悲壮，感天动地。现在走过来的是华南游击队英模部队方队，领队是祝运璇和陈向文少将。华南游击队长期孤悬敌后，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支持太平洋盟军作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武警部队抗战英模部队方队走过来了，领队是徐平和苟春燕少将。抗日烽火中，武警部队前身涌现出杀敌英雄连、战斗模范连等许多英雄群体，英雄的精神穿越时空，英雄的血性代代相传。现在健步向天安门走来的是17个外军方队代表队，这是新中国首次邀请外国军队方队参加阅兵。首先走过来的是阿富汗军队代表队，领队是国民军仪仗队参谋长阿卜杜拉西姆中校。现在走过来的是白俄罗斯军队方队，领队是卫戍司令格利采夫上校。南北外北。现在走过来的是柬埔寨军队代表队，领队是王家军仪仗队副队长英西上校。现在走过来的是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方队，领队是革命武装力量仪仗队队长佩拉萨中校。阿拉斯沙拉人民阿萨。现在走过来的是埃及武装力量方队，领队是仪仗队队长艾哈迈德·萨亚德上校。现在走过来的是斐济军队代表队，领队是战略司令部拉图总军师长。
现在走过来的是哈萨克斯坦武装力量方队，领队是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阿尔基亚罗夫上校。现在走过来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军队方队，领队是警备旅旅长达尼亚尔伊萨科夫上校。哇，冷冷冷冷。现在走过来的是老挝人民军代表队，领队是二七九团连长孔韦莱鹏上尉。现在走过来的是墨西哥武装力量方队，领队是何塞中校。现在走过来的是蒙古国军队方队，领队是总参谋部参谋哈士额尔德尼中校。现在走过来的是巴基斯坦武装力量方队，领队是边防团团长穆罕默德·泰耶伯中校。现在走过来的是塞尔维亚武装部队方队，领队是警卫营营长马尔科少校。现在走过来的是塔吉克斯坦武装力量方队，领队是国防部训练部副部长马赫苏莫夫上校。现在走过来的是瓦努阿图机动部队代表队，领队是消防中心指挥官鲍马·阿维亚中尉。现在走过来的是委内瑞拉军队代表队，领队是陆军军官学院埃尔南德斯学员。现在走过来的是俄联邦武装力量方队，领队是第幺五四独立警卫团连长德米特里大卫。受阅的空中梯队此时已陆续起飞。
正向预定空域集结。70年前，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侵略者。今天的人民军队正加速推进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式发展。即将受阅的装备方队，按作战体系要求模块化编组，均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84%是首次亮相。率领装备方队的是白建军中将、田中中将、陈东中将、吴国华中将、潘昌杰中将。向右看，铁流滚滚，气势如虹，即将通过的是地面突击部队。首先驶过来的是坦克方队，哎呦，看！领队是邹运明少将。受阅的99A 坦克实现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信息力的有效融合。紧随而来的是陆战队2栖突击车方队，向右看！领队是李小岩少将。受阅的05A 是2栖突击车，火力强，防护性能好，是海军登陆作战的主战装备。正在行进的是履带步兵战车方队，加油看！领队是李明少将。受阅的04A 步战车是陆军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式发展的代表性装备。威武的空降兵战车方队正向天安门驶来，加油看！领队是景涛少将。空降兵部队快速机动，远程直达，纵深打击，是联合作战的一把尖刀。现在开过来的是反坦克导弹方队，加油看！领队是李明少将。受阅的红箭矢武器系统能够精确打击地面目标和低空低速飞行目标。自行火炮方队正在接受检阅，加油看！领队是柳林少将。受阅的05A155自行加榴炮是陆军部队的重要压制火器，充分展示了我军炮兵的强大实力。新型轮式装甲突击车方队威武登场，向右看！领队是刘法峰少将。
受阅的幺幺式两栖突击战车用于快速部署要域夺控和地面突击。正在行进的是轻型突击车方队，加油开！领队是唐建明少将。受阅的防护型突击车是我军新一代机动作战指挥和轻武器装备运载平台。武警反恐突击车方队威武受阅，领队是孟明少将。武警部队作为反恐维稳的突击力量，出色完成了处置突发事件、打击暴力犯罪等重大任务。利矛尖盾，护卫长空。即将通过的是防空反导部队，高射炮兵方队如同引而待发的利箭，接受党和人民检阅。加油看！领队是孙永波少将。受阅的35毫米自行高炮，射击速度快，命中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是我军最先进的自行高炮武器系统。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地空导弹方队一路驶来，加油！领队是刘明豹少将。受阅的红九导弹具备抗饱和攻击、复杂电磁环境作战和拦截多种空袭兵器的能力，是空防体系的中坚。由红十二地空导弹和红六弹炮系统混编的地空导弹第二方队缓缓驶来，加油开！领队是潘国海少将。受阅的红十二地空导弹是我军新型中高空防空武器，红六弹炮系统是新一代末端防御武器装备。劈波斩浪，走向深蓝。即将接受检阅的是海上攻防部队，由两型导弹编成的舰空导弹方队轰鸣而来，加油开！领队是黄新舰少将。受阅的舰空导弹杀伤空域大，抗干扰和抗多目标来袭能力强。紧随而来的是反舰导弹方队，加油看！领队是刘耕群少将。受阅的反舰导弹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构筑现代海上防卫体系的重要装备。暗舰导弹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加油看！领队是周旭明少将。
受阅的岸舰导弹机动性能好，突防能力强，打击范围广，毁伤威力大。东风浩荡，雷霆万钧，大国长剑，安全基石。即将通过的是战略打击部队。常规导弹第一方队由两型导弹编成，加油看，领队是沈国强少将。受阅的东十五乙、东十六两型常规导弹是我军实施中近程精确打击的尖兵利器。紧随而来的是常规导弹第二方队，向右看，领队是李军少将。受阅的东二十一丁导弹是打击舰船目标的陆基弹道导弹，是我军海上非对称作战的杀手锏武器。长剑翘首，战车轰鸣，常规导弹第三方队闪亮登场。领队是李玉超少将。受阅的长剑十甲巡航导弹是我军精打要害、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核常兼备导弹方队威武雄壮，驶过天安门。领队是薛金峰少将。受阅的东二十六导弹能对陆上重要目标和海上大中型舰船实施中远程精确打击，是我军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中的新型武器。紧随而来的是核导弹第一方队，领队是王定放少将。受阅的东三十一甲固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战略重拳。接着通过的是核导弹第二方队，加油看，领队是张明国少将。受阅的东五乙分导式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坚强盾牌。此刻已在预定空域完成集结的空中梯队正向天安门广场飞来。所有梯队航地好，距离好，严格保持，准时通过。决胜千里，信息支撑。即将通过天安门的是信息支援部队，现在开过来的是预警雷达方队，领队是侯海涛少将。受阅的雷达装备具有高机动性和独立作战功能，是国家空天安全的忠实守望者。
现在通过的是无人机防队。加油，靠！领队是李天天少将。无人机部队战略战役战术配套，侦察引导打击一体，为我军增添了新的作战手段。指挥信息系统装备方队驶过天安门，加油看！领队是安学少将。信息通信部队已建成贯通三军、网系融合、要素衔接的联合指挥信息系统，是我军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有力支撑。现代战争保障先行，即将通过的是后装保障部队。后勤保障方队首先登场，加油看！领队是泥工少将。着眼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我军正在加紧构建新一代后勤保障体系，后勤保障能力不断跃升。装备保障方队正在驶来，加油！领队是王继东少将。受阅装备具有全天候、全地域装备保障功能，我军装备保障能力有了大幅提升。现在开过来的是白求恩医疗方队，加油！领队是田欧少将。我军卫生战线大力弘扬白求恩精神，野战机动卫勤能力不断增强。战鹰列阵，呼啸苍穹，阵容强大的空中梯队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我们飞来。率先飞过来的是领队机梯队，指挥员是郑群良中将。梯队由一架空警2000预警机和八架歼十飞机编成，担任护卫任务的是81飞行表演队。现在飞过来的是预警指挥机梯队，由一架空警500预警机、两架运8指通机、四架歼十和四架歼十一战机编成，标志着空中信息化作战体系更加完善。紧跟着飞过来的是海上巡逻机梯队，由三架运8型特种飞机和10架歼空7 A 战机编成，是空中侦察预警、遂行对海突击和对空作战任务的重要力量。轰炸机梯队飞过来了，由轰6K 飞机、
编成三个三机斜队。受阅装备能携带巡航导弹和空地导弹，具备远距离奔袭、大区域巡逻、防区外打击能力。现在飞过来的加兽油机梯队有两架轰油六空中加油机，四架歼十战机编成。空中加油有效增强了航空兵远程机动持续作战能力。歼击机第一梯队由12架歼-11B 战机编成三个四机右梯队。该型歼击机留空时间长，作战半径大，具有超视距空战和近距格斗能力。紧随其后的是歼击机第二梯队，驾驶领队机的是长钉球少将。梯队由15架歼-10A 战机编成三机、五机、七机斜队。该型战机是夺取制空权和中远程作战的空中利剑。现在飞过来的是舰载机梯队，由5架歼-15战机编成。该型机实现了我军固定翼飞机从岸基到舰基零的突破，为我国航母战斗力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10架直升机编成7个斜队和1个横队，飞临天安门上空。陆军航空兵作为立体突击的主战力量，在未来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承载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使命。气势恢宏的空中梯队，以搏击空天的凌云壮志，制胜空天的万丈豪情，书写着维护国家领空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崭新篇章。的阅兵仪式降下帷幕，伟大的抗战精神依然回荡在人们心间。这是一次历史铭记，在铭记中强化民族的战争记忆和忧患意识。这是一次国家缅怀，在缅怀中传承英雄血脉，挺起民族精神脊梁。这是一次精神凝聚，在纪念中凝聚起民族复兴的意志力量。这是一次庄严宣誓，在宣誓中彰显维护正义与和平的坚定决心。走进历史，是为了走向未来，
纪念胜利是为了永远胜利。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军将士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向着强国强军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